突袭跟你儿子同台打世界三跟 LBJ 一样，那 LBJ 他儿子不是超烂的吗？不是被人家不是说他排名最后一名，新人吊车尾，他可能跟他老爸一起退休。很久没玩了，我很久没碰电脑。有请教林先生雇小孩吗？干，对哈，还可以请教他哈。感觉下次哭的时候，我先请教他。他今天早上跟昨天晚上干哭一个他妈的嘞，我都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办，也不知道他到底是饿了还是尿不湿还是怎么样了。手忙脚乱呢。下次你们有什么问题直接问我。身为亚洲慈父的我，一一帮你们解答。我先行帮你们那个探路，以后你叫我探路者。我想说2点应该是可以，就是因为他4小时醒一次，就是4小时喝一次奶，应该可以小睡个4小时再起来，完全忽略了他可能会有尿不湿的问题。想睡了，然后他哼一声你就会醒来，哼一声你就会惊醒。哼，怎么样？现在是什么情形？怎么在叫？只是婴儿随便乱叫而已。然后他4点又要喝一次奶，4点又起来喂，6点多又好像不舒服还怎么样，又跑又起来又哭。有打算再生一个吗？补了一个就好了，累了。因为一开始齁，你完全不知道他想要什么。每次他一叫我就想说啊，他可能是饿了。然后每次他一叫我就泡奶，一叫我就泡奶。然后泡了一大堆他都没喝。结果就完全忘记说啊干。因为他拉屎我会知道，但他忘记他还会尿尿，靠腰。他只要一叫我就是一哭我就泡奶，一哭我就泡奶。浪费很多奶。看那个齁，那你可能要问小，你可能要问孩子的妈。我大概预计等他27岁的时候再给他看，等他成年了。对对对。我靠！外面。我靠！哎呀，棒！我靠！跟我开啦！猎人还可以延上。阿醒有说他麦当没有，红一点再来聊天，懂吗？没收到就是没收到，红一点再来聊啊！刚好想要，好想要那个公关品哦，但我也没看那个动漫。你真的无法哎、欸！他在哭的时候，你真的拿他没办法。default Firebox 干，翠上面有一堆虾妹也收到了，干我怎么没有啊？像我们这种麦当劳守护神呢，问就是老麦，干很多人都收不到。两个改天在赶那边开杠，鸡掰，然后只开一个台在点餐，你要鸡掰。两个人在那边聊天，他妈的不会再开多开一台哦。另外只想买个冰箱风，妈的等那么久，操你妈的，好气哦。FFFFB。One bench. Car bench. 感谢查米。哇，你听回来住吗？在楼上顾小孩啦。Under one. Just hide. 会有婆媳问题吗？感觉还好吧。最主要应该是
妈妈他们以前带小孩的方式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吧？因为护理师会教我们一些新的嘛。到底应该要听信护理师的呢，还是要听把我们养大的妈妈呢？派人派人，新菜鸟招小的为了一个拉布布做派对，妈妈竟然带女儿偷窃。看拉布布长得那么像邓家华，到底是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？尤其是戴眼镜的那一只。我同届国小国中都有人怀孕，说整天扭屁股都有阴影片，要照顾好小潜力。我预计大概等我小孩20岁才会给他手机啦。不知道你们会几岁给小孩手机？20岁，我操，太早了，至少60。看60，我可能我已经准备要倒了。I think they stuck B. Come A. Come here. They stuck B.我从二楼还是从 A 进吧，要小心，他摸另外一边可能会有人，会去结扎吗？那我就变成真正的渣男了、欸。图奇跟你儿子同台打世界战，跟 LBJ 一样，但 LBJ 他儿子不是超烂的吗？不是被人家不是说他排名最后一名，新人吊车尾，他可能跟他老爸一起退休。哎，没差，他老爸可以供他吃穿三辈子。帮我砍两分，但也太多分。A 不修。Go B。Jump window, jump window, I flash side, jump window. One mic. Top mid. Base side. 乖 ，last win。GG nice。聊天室帮换尿布，谁会换？